整体看起来会比较有立体感 ，OK。三个色，这个是小曼卡勒，黑色。然后我身上穿的是大 Coffee TDS， 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有去到 XL， 左右两侧有口袋呀 ，OK。隐藏拉链是在后面，由上往下拉。给你进它前面的款式啊，它前面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折，就是那个塑胶带的原理，非常遮肚腩。衣领是属于 square neck 的款式，然后袖子是属于这样子短，也不是说这属于比较短的，可是不是那种 cap 的，它是这样子短袖。相比一下，我们那些是比较长的。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一件穿 M 是没有问题的 ，OK。面料是有弹性的。我穿 M 这边啊，稍微是比较贴哈、啊，这个款式，可是不会不舒服啊。所以说整体来讲，跟着我的尺寸下单，上衣能接受比较贴身啊。这个款式你可以选择带一种 M size， OK， 我是穿着 M， 腰间这边是还有空间， OK， 腰拉伸是有空间，下围一样是有，只是上围就稍微比较贴，不会不舒服哈。毕竟说我们建议说上围到93，这个上围94，就说整体来讲，上围腰跟下围能接受贴身，根据尺寸多一个2cm 都可以啊。我是穿着黑色 M， OK， 两个深色 ，OK， 开叉部位是膝盖以上啊，在左边，然后长裙整。整体来讲，它的长度是有超过膝盖以下，是属于一个啊七八分的一个长度的连身裙哈、啊。我是穿着 M size， 我是穿着 S， 所以咖啡色不想只要显瘦又不想带走黑色，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一个咖啡色。它的底上摸出位在左边，就是这一个桌子在腰围这边桌子，然后是非常遮肚腩，有口袋啊，这件的口袋就可以放到东西啊 ，OK， 因为它口袋是够深，拉链是在后往由上往下啦 ，OK， 我先换小曼卡勒给你们看啊。所以说这个款式有到 XXL 啊，所以说基本上是所有的顾客都可以买得到，毕竟说它的 size 是有到蛮大，只是说如果是你是 XXL 或者是 XXL 的顾客，数量比较少啊。XXL 的大概就是两到三件的也就没有了哈。所以说这个款式啊，先试听多一次啊。我穿的上围是比较贴身的，可是不会不舒服啊。然后说腰拉伸是有空间，下围没有拉伸的话都已经有空间了。只是说这个款式比起长袖连身裙来讲，它的上围是我穿在我身上的话是稍微比较贴身哈、啊、，OK， 比较贴身。是非常遮肚腩的一个款，就是腰间这边啊 ，OK， 这边肚子这边它是有这样子皱褶的话，基本上就说帮你的可以就是说遮了你的肚腩哈，因为它这样子折起来嘛，所以说稍微有肚腩的女生来讲就没这么的明显哈。它特别就是它这样子比较包臀的，它还有加口袋，所以说女生裙子都是比较喜欢有口袋的。这款式它厂家是有做口袋哈。然后它腰间的折啊，它到上面这一边都是有啊，就是在这一边 ，OK， 这边开始，然后到这一边 ，OK， 打 coffee。我身上的是 Salmon Color， 你要比较显白的话你可以带着我身上这个 Salmon Color。 Square Neck 不用怕 Square Neck 会走光之类，不会啊，它是服贴的，它不会你这样子铺下去全部掉完出来，是不会啊， OK。 来转后面，后面拉链由上往下拉， Lining 只是在上半身，然后这个长度也是属于够长的了吧，虽然说它有开叉，可是它裙子整体的长度是比low knee，也是属于一个 midi length， 然后它有修裙角这一边，所以整体一样啦。这一种这样子的面料，这样子的款式啊，这样子的裁剪，其实这一件的裁剪是非常好看，它修得来，可是它不会穿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贴的不舒服的 ，OK？ 因为这件面料很舒服，我就不换黑色了，因为黑跟深咖啡色是非常接近。助理已经穿了黑，因为我还有两个款呢、啊，大 coffee。OK， 想要显瘦不想带走黑色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打 coffee， 还是你还是比较 prefer 黑色的话，那么还是有黑色给你选。另外一个比较显白的颜色就有我身上这一个小闷 color， 尺寸跟助理一样，这一件穿 M 是没有问题的，我是穿着 S， OK，
这一期来讲 fitted 的裙子就只有这一个款 fitted 的来，可是它不会给你有那个约束感，很舒服，因为它前面有开叉，转对之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拉链，由上往下拉，这一件是有 S 到 XXL， 非常的遮肚腩，微微有一点肚腩的这一件很好看，对，适合哈，因为它很遮肚腩就对了。其实不管你多瘦的话，还是会有一点点肚腩的。OK， 我也是会有肚腩，只是我厉害把它藏起来，这样子的就很厉害，帮你藏肚腩。OK， 三个色。黑咖啡还有 salmon color， 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是，要我一起介绍吗？不要了，你要哪个？那个上衣跟那个短裙。OK， 最后一个款就是。